卡特 C7 C9 C-9 机油增压阀、柴油阀、研磨工具。下面介绍一下工具的使用方法。机油增压阀，选择相应尺寸的研磨棒，注入研磨膏，右手转动研磨棒来回研磨，以达到最佳效果。柴油阀，选择相应尺寸的研磨棒，注入研磨膏，用手转动研磨棒，以达到最佳效果。